小六，哎呀，这个家伙现在变得是很漂亮的啊！家伙这个小眼神、小尾巴是非常的有味道的，它这一双鹰眼也看上去非常有味道。那这家伙今年是不发情啊，到现在都没有这个动情。我看这个情况呀，要是到了这个月底还不来，那今年就没希望喽，老铁们呐。那就等到明年喽，是不是？发一次情，过了一年那就没希望了。所以说养这个藏獒啊，配好配不好，就在一年这个阶段啊。老铁们，给老黑放出来，老黑下来，老黑，好了，老黑啊，快过来，老黑，老黑好久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玩了啊，今天给他们放出来，给他们在一起。啊，熟悉一会儿，玩一下。